大家好，我是 Maggie， 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讲一个另外一个联邦政府的食品补助计划，英文叫 SNAP Program。在开始讲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声明一下，免责的声明，我们请大家抱着愉悦的心情来看待这些内容，我们只是作为社区的服务的一部分。Community CPA 举办这个研讨会，以便企业应对当前的情况变化。我们不对与会者应遵循提供的任何建议或者信息而遭受的任何损失负责。所以大家尽量在，我们已经在尽量的尽最大的努力，随时更新所有的内容。你们如果有任何问题呢，还是要按照法律上的规定和法律意见进行您的法律顾问的咨询。好，下面我们开始讲这个SNAP program， 英文叫 SNAP program， 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呢，也可以叫我们大家一般都管它叫食品补助计划。大家也可能都听到过这个问题。作为零售商店，我们今天作为零售商店是如何应该注意哪些，如果你开始接收这些消费在你的店里面，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哪些商品在店里面可以获得 SNAP， 比如说水果、蔬菜、肉类、家禽和鱼类、乳制品、面包还有谷物，为家庭生产食物的种子和植物。如果你买这些食物当中，就是说全部都是给我们家里面的每一个人用的，而不是说你的宠物啊，但这里也不包括一些酒类或烟酒之类，这些都不包括在里面的。如果你有一家商店呢，希望你的客户使用他的 EBT 卡来购买食品，则必须完成你授权的 SNP 零售商这个申请。您还需要支付 EBT 的设备和相关的服务费用。下面我们再继续讲一下具体的讲一下这些内容。好， SNAP 计划的条件和资格。授权用于 SNAP 的商店必须至少符合以下的一个标准。标准 A，SNAP food 主要食品的库存，和第二是食品的销售，你有库存和销售。关于这 SNAP food 呢，我们是指归为一类的这些东西，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是食品类的，日常的正常食品不包括烟酒。具体的内容呢，我们在下面再继续讲。还有，如果您的商场是在坐落在这个位置 location， 在 SNAP 划定区域，有些城市它是比如说这个区域就是 SNAP 区域，你居住在这里，你这个商店就会可以去申请SNAP program 的计划。下面我们讲一下人们如何使用 SNAP 福利进行购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有下面的两个人卡，一般这是当地政府爱我，这个是爱我的样本，他会发给这些人员的两张卡，他们是相当于 debit card 借记卡，但他们在购物的时候会出示这两个卡来进行食品的购买。客户呢会把这个卡像 debit card 借记卡一样去 swap，然后输入他的 PIN number。 每个这个卡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在全美国都可以用，因为这是联邦的福利，所以这个卡在全美国都可以使用。申请为零售商，在申请之前呢，我们建议大家去到联邦政府的这个网站，就是 www
eauth.usda.gov 这个网站上具体去学习一下，他们里面有相关的 条例，要去每一项去查看一下。在提供的美国农业部网站上，然后去注册你的注册你的账户，把它激活。还有，您在申请之前呢，要准备好所有的材料，确保您有关商店和店主的详细的证明和信息都是包括在里面的。因为你申请这个账户设置以后，申请你有30天去完成它。如果你没有完成的话，那么它你要重新再去申请了，就比较麻烦。所以你在之前把所需要的所有材料、个人的信息、家庭地址、社会保险号码、商店的销售数据，这些都准备好。好，这个呢就是你 login 出以后，这是的页面。然后就是如果你是新的客户呢，你就要 set up your account， 注册一个账号，进行所有的内容都在里面。然后你每次都可以进到里面去查看有没有批准呀，多少内容啊，还需要提供什么，它都会在里面详细的记载。还有最主要的是我们提醒的就是反欺诈。对于商店来说，当你申请到 SNAP program 以后，马上对你的员工进行培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有很多时候有些客人就讲，哦，我是可以这个钱我可不可以像其他的我的 debit card， 既然是 debit card 我是不是可以兑现，我有多少钱在里面，我把它拿现金的形式取出来，这个规定是不可以的。还有第一条，比如说你购买不符合 SNAP 规定范围内的食品是违法的，也就是说你购买一些动物食品，或者是你买一些烟酒类食品，哦，你说我抽烟，这是我日常我必须抽烟的，我需要可以，是不是包括在里面？不行，这是不包括的。你必须是一些食物，你日常就是保持人正常食品类食物。还有直接或者间接贩卖都是不可以的。我们后面会讲到什么叫，会举例说明什么叫直接贩卖或者间接贩卖。就是我这个东西，我有些客人说，哦，我妈妈的，是我母亲的，她的福利卡，我来购买给我的孩子，这样都是不可以的。是谁的名下，只有谁可以去购买这些食物和用这些食物。如果发生了没有遵守以上的条例的话，都被视为欺诈行为，这呢将会被永久的取消你的商店参与这个 SNAP program 的资格。您的商店还可能要支付大额的罚款，导致参与者面临刑事指控。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些规章制度，而且对员工要进行长期的定时的培训。零售商的责任，作为零售商有责任确保您的业务遵守所有 SNAP 规则和法规。这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所有，就是您要到网上去查它所有的规则和法规，如果任何不符合规定的发生了，对您商场会有很严重的影响。第二，防止任何 SNAP 不当行为的方法包括去报告可疑的活动，在商店可见区域放置 SNAP 欺诈海报，仅对符合条件的项目使用 SNAP 优惠，以及给员工提供 SNAP 培训材料。在右面这个 黑底黄字的海报上面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贴在明显的位置，客人能够看到，提醒大家哪些食物可以买，哪些食物不可以买。
第三条 EBT 卡或者我们叫电子福利卡，它也设置了防范的措施，也就是说每一个客户，每一个拥有 EBT 卡的人员，当他去购买的时候，他的每一个 transaction， 每一笔的交易的内容都会直接显示在上面，所以需要大家去遵守这个条例。好，我们下面讲还有下面继续接着讲零售商的责任。店主必须呢审查培训的模块，这是一个直接的链接，提供 SNAP 培训指南和视频，它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就是下边这个网址，大家可以到下面去查看。第二，记录下在人员在就业后30天内进行培训的书面文件，我员工来了以后，在30天内你要进行这个培训，包括培训人员的时间、人员，培训后呢，员工要在他培训的内容上签字。作为业主，你要把这些保存存档。第三，不是说你30天内进行一次培训以后就可以了，每年我们至少要进行重复一次 SNAP 的培训，这样有一些要更新的内容啊，或者是加深员工对这个责任的印象。同样的，你要记录你们每次培训的时间、员工的姓名，也需要员工把它需要把它培训后需要员工去签名签字。OK， 下面我们做一些小的问答题。也就是说第一题我们是对错题。您可以与客户将 SNAP EBT 卡福利兑换成现金，这个我们之前刚刚讲到了是不可以的，如果你把它兑换现金，这是很错误一种行为，向客户提供 SNAP 福利现金兑换是违法的，这属于直接贩卖的一种形式，可能导致您的商店失去 SNAP program 的权限，并导致您的商店面临巨额的罚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以前人说哦，我可以兑现啊，去怎么样的，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的防止如果我兑现以后，我就可以买任何的商品，就很难去保证你购买的是食品，必要的食品。好，下一个内容。好，关于 SNAP EBT 卡的问答，大家可以看上这个问题啊。您注意到 SNAP 客户试图用您的商店，在您的商店呢购买以下商品，比如说酒精、全新的清洁用品和商店品牌的宠物食品，可不可以呢？以下哪些商品不允许您的客户使用 SNAP 购买？酒精、宠物食品、清洁用品，还是以上所有内容？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答案就在上面，就是所有的内容它都不可以购买，因为酒精呢属于不属于食品，同样的宠物食品也不属于我们日常食品，当然宠物有些人哦，这是我的puppy， 这是我的宠物，像我家人一样，但是它不能包括在这个 program 里面。清洁用品 house cleaning 的东西都不可以，洗洁精啊，我的抹布啊，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好，下一个问题还是对错题。那培训文档
是正确管理商店的一个重要方面？答案当然是对的了。为了确保有效的使员工熟悉 SNAP， 您必须定期进行员工培训，以便正确提供培训信息。因为每一年呢可能会有一些修改，根据时间的不同啊，所以我们要定期给员工进行这方面的培训，进行信息的更新，还有加强员工的对这个的认识，所以要定期给员工进行培训。好，最后一道题，有人提出以更便宜的价格向您的商店提供某些库存，因为他们有 SNAP 福利价格，您认为这是贩卖并拒绝？这种形式是什么样的形式？是直接贩卖还是属于间接贩卖？是间接贩卖，因为这被归类为间接贩卖，因为从获得 SNAP 福利的商品那客户那里面购买库存是违法的。因为比如说我是一家有授权的商场，我有一些库存，有这个价格进来的，但是呢我又卖给另外第三家，这个属于我商场的违法行为，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个是给你，我购买了以后你也是在你本商店里进行出售，是不可以转让的，这种属于间接的贩卖，是违法行为，请大家注意。好，我们就是今天就讲到这些。我总结一下，首先大家可以去上政府的网站去注册注册一个账户，然后申请 SNAP program， 进行批准以后呢，你们要尽快的上网站去学习一些法规，这样避免自己的商店受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政府的罚款，还有进行对员工的及时的培训，去识别有些食品或者可疑的行为，去制止这些的事情的发生。购买食品，什么样的食物是属于 SNAP 范围之内的，什么是不可以的，请及时对员工进行培训。好，好，谢谢。还有你们有任何的问题，请下面是我们的联系方式，这是我们的网址 www.communitycpa.com， 或者 email 给 Catherine at communitycpa， 或者给我们的电话515-288-3188打电话。我们的办公室hours 是8:30到5:30。一周16天 Monday 星期一到星期六，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们很乐意的回答你。好，还是我们一开始的免责声明，如果有法律问题请咨询你的法律顾问。好，谢谢您今天的收看，你再见。